我看着浪费我表情，或者说是烧水。 哇，缘分！好了，这就是录影状态，可以再多做点，真的。我太长了呀！你干嘛？录影状态随便吧。发现。
助手呢？助手呢？啊，这是尽情调戏到了。今天去看到女人，我们知道的，男人他一个都没有。不是，小帅哥，他把张脸给我断过三次。不是，老婆没来，哎呦，忘记我老婆。